光明行。光明行是二胡先驱刘天华先生创作的十大二胡名曲之一。他大胆地吸收了西方音乐的演奏技巧，又保持了鲜明的民族风格，是中西音乐合璧的典型作品。演奏者：七音室内乐团小乐队。Thank you.
广泛流传于江西地区的采茶谣，乐曲层次清晰，生动形象，极富感染力。演奏者江平音乐学校学员罗安雅小朋友。
声，演奏者苏瑞麟、袁枚、冯豆苗。
Chan. Next, please enjoy questioning by William and Bobo. Thank you.
由 Wyman 同娜娜演唱的紅塵情歌。Next, please enjoy A Love Song in the Mortal World by Wyman and Nana.我要送给你。